嘉林，我听说当初你回到我父亲身边，是为了替陈家夺回东亚，是这样的吗？你母亲告诉你的。说实话，我对银行没有兴趣，这你是知道的。这些年，只有一件事情纠缠着我，让我放不下。我们明明当时是真心相爱的，你到底为什么会突然离开我？为什么你会选择我父亲？如果你这么做，是为了家族恩怨，我反而轻松了，我会马上原谅你，甚至于心疼你，哪怕全世界的人都骂你是个阴险狡诈的女人，我也不在乎，我会一如既往地爱着你。少文，别说了。为什么不能说？你只要告诉我这是不是真的，我只想要一个答案。我们是相爱过，但我们不合适。你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，在家庭的庇护下安安稳稳地长大，你想要的是一段安逸舒适的人生，但我跟你不同。我从小就没有了父母，从小就流落街头，但我不认命，我不安于现状。无论是社会的陈规还是别人的议论都束缚不了我。少文，我早就知道我们太不一样了，即使是勉强在一起也不会幸福的，迟早会分手，即使是你父亲不出现。我不相信什么合适不合适，那都是借口。这个世界上没有哪个男人会比我更爱你了。我为了你可以去偷宝林的档案，为此我丢了一生执照，但我一天都没有后悔过，因为我知道你也爱我。嘉林，我了解你，你最后跟了我父亲肯定有什么隐衷，你告诉我，是不是我父亲逼你的？你真想知道？当然。好，当年你父亲为了拆散我们给了我10万块钱的支票，起初我感到很反感，甚至觉得很屈辱。不过当他帮我领回妹妹，给了我半山别墅，还给了我最豪华的享受，突然间我发现凡是你做不到的他都做得到。我渐渐依赖上了他和他所带来的舒适生活。如果你也过过我小时候的穷日子，你会马上明白，我这样一个女人只可能被你父亲这样的男人吸引。我明白了，你根本不相信爱情。不，我相信，但我只相信有实力的爱情。少文，你何必折磨自己呢？你只需要记住，我是一个不合适你的女人。至于为什么不合适，就不要再追求了。